说自古红颜多薄命，我推翻一切做个真英雄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我舞刀光剑影，身手不凡，看我威武一阵风，路见不平我就出手不犹豫，惩奸除恶就是为了天下太平，我两肋插刀，我侠骨柔情，素面朝天称兄道弟一路前行。谁说女子不如男，是你看也看不穿，一样出宝暗良辰的阳山，胜过真正男子汉。谁说女中的昨天没有对你做什么吧？能做什么呀？他只是回来看看子乐。你还让他见子乐？你忘了他以前是怎么对待你们的？过去的事情我早就忘记了，何况他是子乐的爹，如果我一直怨恨他的话，对子乐也没有好处。那我二叔呢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感受啊？放心吧，我约了他明天见面，我会跟他说清楚的。展大哥应该已经离开开封了吧？怎么，你在羡慕展大哥？什么时候你也带个女的让我们瞧瞧？你乱说什么呀你？盛楠，盛楠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你不是出巡了吗？我。你们都在啊？展大哥，你不是回老家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是啊。他提出退婚，一个人回老家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到底对他说了什么？退婚的事是他提出的。展大哥，你和嫂子之前不是好好的吗？是啊。你是不是惹翠霞生气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你们先做事吧。来，喝，干了，来，
来来来，吃饭。哎，这女人呐，也真是的，总是变来变去的，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哎、对你说的太对了。就是嘛，翠霞之前还和展大哥好好的，哎，怎么现在说走就走啊？是啊，展大哥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了，以你的条件。要找个合适的女人，哎，绝对没问题的。哎，对呀、啊，没问题的。哎，照我说呀，我们盛楠就是一个好姑娘。哎，张大哥，你不如就和盛楠。哎，好主意，好主意啊！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？啊，翠霞，他有什么不好的？又温柔又体贴的，你怎么就让他跑了呢？哎呀，哎，舍楠，小心点。我再问你。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啊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？没有，人家为什么会离开你啊？没有，人家为什么要跟你退婚呢？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不知道不会去问问人家啊？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他，你为什么不去问他，问个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呀，你不要管我！你别闹了，去找他，去找他！你不要管我。是男。你怎么样啊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有点头疼。哎呦，你也真是，喝不了那么多就别喝了，还有展大哥送你回去。就是嘛，本来说好去安慰展大哥的，谁知道你喝得比他还凶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被退婚的是你呢。离开开封府回老家了，说是要和翠霞把事说清楚。哦，老板呀，客官想买点什么？老板，我想买一些蒙汗药。啊，对了，请问你们这里有没有那种让人吃了发热的药？有，等等啊。明月，哎，公孙先生，哎，今天看你心情不错，要去哪里啊？我约了一个朋友，先不说了，我走了。明月，出事了。你说什么呀？什么事啊？子乐发高烧了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别问那么多了，跟我走。啊，子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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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醒醒，不要吓娘啊！啊，好烫啊！子乐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呀，今天他一回家就喊累，我看他有点发热，就让他去睡一会儿，就变成现在这样了。
你不要吓娘啊，好烫，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啊？你先别急啊，你看着他，我去请大夫啊，你看着他啊。你不要吓娘啊，子乐。是你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是好心来告诉你，明月她今天不会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约了明月？我是她相公，她当然会告诉我了。啊，对，说起来我还得好好感谢你。听说前段时间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很照顾明月和子乐他们。现在我回来了，我自然会照顾他们母子俩的。以后的事情就不劳欧阳壮士了。行了，我不想听你在这胡说八道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你，一定是你不让他来的。喂，你说话客气点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希望你能够搞清楚，你不过是个外人而已。今天我来呢，不妨告诉你，明月今天约你来，就是准备跟你说清楚。可惜啊，最后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你，所以就由我来替他做个了断。哼，我为什么要相信你？除非明月亲口跟我说，我才相信。哼，你信也罢，不信也罢，反正明月是不会来。喜欢等啊，那你慢慢等吧啊。不会的，明月她一定会来的，明月她不会失约。在不在啊？我想见你啊，明月，我有话要跟你说，你出来见我。明月，你开门呐！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要见明月。嘿，他已经睡觉了。我不相信。我要见他。哎，
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明日已经说了，他根本不想见你。你再在这里吵吵闹闹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啊。明月，你出来跟我说清楚啊，不然我不会死心的。明月，明月，把那个端过去，桂姐。哎，明月，盛南他二叔呢？他走了。啊，他走了，到哪儿去了？他今天一早说是要回江宁啊。明月，昨天你们怎么了？他昨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，一直叫着你的名字。自从他老婆死了以后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家二叔像昨天这个样子。我看得出来他很在乎你的。你就没有考虑我们家二叔吗？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哎，你不用说了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。我听说季总回来了，你有什么打算没有？我跟他，我们还能有什么打算？也对，毕竟你们是一家人嘛。其实我呢，算了，桂姐，要是他回来，你跟他说一声，我有话要跟他说清楚。好啊，好啊，那我先走了。这儿啊，我银两首饰呢？我的银两首饰呢？干什么？你这疯子！疯子，我是疯了。你偷了我的银两首饰，还跑回这里。我告诉你，中纪组，你今天不跟我说清楚，我就跟你没完没了。出去再说啊！出去再说。啊，你是怕被那个女人听到是吧？我偏叫刘明月，刘明月，干什么你？你给我出来！出来！你放开我！出去！放开我！姓钟的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哎呀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我要回到明月的身边。什么？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我哪知道？当初要不是你勾引我的话，我怎么会离开明月？再说了，跟你在一块儿，这本来就是个错误。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，当初是你说过要照顾我一生一世的，我才不顾姐妹的反对一心跟你走，就算你生意失败了，我也对你不离不弃。现在倒好，你想甩了我就甩了我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？我告诉你，姓钟的，我今天就问问你，我到底哪点比不上那个贱人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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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你现在这副泼妇的样子啊！就你这样，你哪点比得上明月啊？因为你是谁啊？你不过就是一个青楼女子，是我从妓院里把你捡回来的。你闭嘴！我今天跟你拼了！我跟你拼了！打死你！你个泼妇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你住手！我警告你啊，你以后别再来烦我。朱继祖，你跟柳明月已经和离了，你还能回哪儿去呀？既然话说到这份上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明月跟我说了，只要我跟你一刀两断，他就愿意和我重新在一起，听明白了？所以说你现在离我远一点。柳明月，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敢跟我抢男人，我这就去找他。你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，明月是我的女人，你休想动他一根手指头！放开我！哼！
画上吃什么？当然是你最爱吃的。娘，今天先生说我的画画得很好。这么厉害啊？嗯，那今天娘做你最喜欢的菜给你吃，怎么样？好啊，那我们找胖冬瓜一起来吃吧。子乐乖，胖冬瓜有些事离开了，等他回来之后呢，娘再带你去找他玩。好啊好啊。刘明月，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不要脸的贱人，剧组都已经不要你了，你怎么还缠着他不放？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你一下。不许你欺负我呀。子乐，子乐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怎么样？摔疼了没有？柳明月，我警告你，不要以为耍几个花招就能让剧组回到你的身边。我告诉你，我怀的可是钟家的骨肉，剧组是我的。我不知道你跟剧组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也没有兴趣知道。你还在装？怎么，想凭这个野种就想让剧组回到你的身边呢？做梦！你做梦吧你！江玉清，你把嘴巴放干净一点。怎么了？他就是个野种。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。不要，你想打我呀？你打我呀，你打我呀，你打我呀。哎呦，你不快竟然要打人了。我懒得跟你说。哎呀，你不快打人了，你不快打人了。快啊，不可理喻。子乐，我们走。别理他，子乐。哦，明月夫人回来了，你回来的刚好，我给你炖了些补品，赶紧吃着喝了吧。啊，等等啊，夫伯，你先带子乐回房。是夫人。怎么了？我方才剑鞘昨天卖出去了。舒南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
我特地来找你，有些事要跟你说。你把我带到这儿来，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我已经听你的话，和翠霞说清楚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那你为什么回来啊？你不是要留在那边跟他成亲的吗？我不会跟翠霞成亲的。什么？你不是说已经跟他说清楚了吗？难道现在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我喜欢的不是翠霞，而是……别说了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听。盛南，你不要再逃避了。我真正喜欢的人是你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一定是你弄错了。我没有弄错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第一个想到的人都是你。就算徘徊在生死边缘，我最后想见的人还是你。以前我不知道这种心情是什么，但现在我明白了，这就是喜欢。你这样对得起翠霞吗？她为你做了那么多，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能这样辜负她呢？我知道，本来我这次回去是打算跟她完婚的，可是翠霞跟我说，要是我只是为了责任而娶了她，心里却想着另外一个女人，这才是真正的辜负。是她叫我回来找你的，明白吗？借口，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借口。盛南，难道你对我真的一点都没有？没有。我来开封府只是为了当捕快，从来没有想过嫁人。展护卫，你以为你就这么了不起吗？你以为人人都会喜欢你吗？你太自大了。盛南，盛南，喂，没事吧？嗯，没事。对了，你二叔回来了没有？哪有这么快啊？他以前在外面，有时候一年半载都没有音信的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受伤了？别提了，昨天江玉琴找我大闹了一场，他说我抢了他的相公。还动手打人，差点弄伤了子洛。什么？他还有脸来找你们？他也不想想，如果不是他横刀夺爱，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这种人迟早有报应。我也不想想这么多，现在我只想和子洛平平静静地过日子。其实我不是跟江雨晴一样横刀夺爱吗？盛南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出去了。什么？展大哥真的要和翠霞分手啊？是啊，我听说展大哥这次回去就是为了和她对婚的。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？就是，你猜会不会是翠霞喜欢上其他人了？不对。翠霞姑娘贤良淑德，对展大哥一心一意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？依我看呐，一定是展大哥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，被翠霞发现了，所以才会退婚的。嘘，展大哥这么正直的人，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？展大哥条件这么好，外面有女人喜欢他很正常。哎呀，最可怜的还是翠霞，什么都没有做错就被人抛弃了，真是惨呐。是啊，盛南，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解决呢？干嘛不进去，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先进去了。大人这两天在整理太史党羽的名册，所以今天的任务安排由我分配。现在展护卫回来了，我们一切照旧。盛南，城南那边还是由你和展护卫负责。公孙先生，能不能派我去城北巡逻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
在城南巡逻，有点闷。嗯，喂，大姐，这可是任务啊，还挑三拣四。再说了，城北那边我们比较了解，一旦出事也好处理啊。就是啊。那就当我没说过吧。张龙、赵虎在。李掌柜报的案，你们立即去查一下有没有新的线索。是。盛南，我看我们还是分开巡逻吧，我走这边。夫人，富伯，啊，这封信是你今天早上出门之后有人送来的。子乐呢？哦，今天一早老爷带出去玩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哦，好，你去忙吧。哦，我去了。有时兴隆客栈天字一号房相见，有要事相告。江玉琴，姐哟，听女捕快大驾光临，想吃点什么呀？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是来找人的。啊、请问天字一号房在哪儿啊？啊，这儿笔直走，后院就是，房外有牌子写着，很容易找的。谢谢。哎嘿。有没有人呢？喂，怎么样啊，子乐？啊，今天啊玩得开心吗？啊，那以后啊，爹爹啊就常带你出来玩。好啊。哎，你还没玩够啊？这个女人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哎，王贵啊，张老头已经送菜来了，啊、你们赶紧去收一下啊！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去啊，快去！哎呦，你不快，这么快就走了？啊！哎，客官，你的饭菜送来了。客官，里面有人吗？嗯、啊？来人呐、啊！出人命了、啊！公司先生，有何发现？据我判断，江玉琴是死于今天酉时，是被人用刀刺死的，一尸两命啊！何人与江玉琴有如此深仇大恨，竟然连腹中胎儿也不放过？展大哥，嗯，刚才地九二说，明月今天在酉时来找过江玉琴。明月，嗯，子乐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自己要多保重啊！爹爹，你也保重。展大人，展大哥这么早有什么事吗？福伯，哎、现在子乐回房间。哎，好。明月，江玉清昨晚在客栈被杀。这怎么可能啊？玉琴刚来开封没多久，他怎么会？那他腹中的孩子呢？节哀顺变吧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怎么会这样的？明月，其实我们这次来，除了告知江玉琴的死讯外，还有一事。有人看到你在江玉琴被杀的时间内在客栈出现过。你的意思是，因为你牵涉到本案之中，我们要带你回开封府一趟。嗯，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明月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？他是你们开封府的捕快，他的为人你们还不了解吗？这个我们都知道，可是如今有人指证明月，按道理说呢，明月确实有嫌疑。不可能，我不会让你们带走明月的。我跟你们回去。明月，你不能去的。我又没做过，清者自清，有什么好怕的？我相信包大人一定会查明真相，还我一个清白的。嗯，我们走吧。嗯。哎，明月，带柳明月。柳明月叩见大人。他不是开封府的捕快吗？怎么会杀人呢？奇怪，看样子有内应啊。喂，怎么回事？江一群昨晚被杀了，客栈的人说明月那时去找过他。不会的，明月不会杀人的。柳明月，你与死者江玉琴是什么关系？回大人，她是我前夫的妻子。平日里你与她可有来往？自从我跟前夫合力之后，我们便再无来往。只是前日江玉琴来到我儿子的私塾找我，她骂了我一顿，打了我一巴掌，在拉扯之间我们吵了几句。那有人看到你去找过江玉琴，到底所谓何事？包大人，我确实去找过江玉琴，那是因为他写了封信约我去的，但是我根本就没有见到他。嗯，你没见到他？是因为我到他房间的时候他根本就不在，我坐了一会儿就走了。
对了，包大人，兴隆客栈的小二可以为我作证的。传兴隆客栈小二王贵。草民王贵叩见包大人。王贵，你可认得堂上之人呢？啊，认得，昨天他来我们客栈找过钟夫人的。哦，单凭一眼你就能断定就是他昨天去你们客栈找过江玉琴的？啊，昨天他来的时候是我招呼的，他还问了我钟夫人住的天字一号房在哪里。那本府问你，他是何时来的，又是何时去的呢？是有时。客栈的客人来往这么多，你又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？回大人，这位夫人在我们客栈逗留了大约半个时辰，她走的时候刚好卖菜的张老头来了，那个张老头每天都是有时给我们送菜的。我是在有时去过，那又怎么样？那是因为江玉琴正是有时死的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哦，这么说这人果然是他杀的。哎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。包大人，一定是他记错了，我到他房间的时候是没人的，我没有见到江玉琴呢。大人，草民没有说谎，直到昨天草民报案之前，钟夫人一整天都没有踏出客栈半步，客栈里的人都可以作证。你胡说，稍安勿躁。包大人，明月他没有杀人。杀江玉琴的人是我。你来干什么？我不是让你好好照顾子乐的吗？疾苦，谁人能参透内幕？言不尽风情百度，一朝手抱地痛哭，泪让现实变轻浮，把灵魂倒入虚无，轻轻飘，静静叹息，人生悲苦。但不知前方是否有坦途，只想化作一朵落幕野花，不变的祝福。轻轻飘，静静叹息，人生悲苦，用过往尘埃换最后幸福，只愿化作一朵落幕野花，要做最后到达彼岸的信徒。轻轻飘，静静叹息，人生悲苦，不知道前方是否有坦途，只想化作一朵落幕野花，永世不变的祝福。轻轻飘，静静叹息，人生悲苦，用过往尘埃换最后幸福，只愿化作一朵落幕野花，天亮后